色比较好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最近真的很爱逛街。家树早安，玲玲生态早安，露露早安。我超喜欢这项链的，而且听说这项链是我阿嬷买给我妈的礼物，可是我妈没有用，所以就变成我的。我妈不用也不跟我说一声，那么好看的项链，她就这样摆着不用。代相传的吗？但不是啊。你不觉得我今天的眼影很亮吗？就是我前几天去买的，就是我前几天去买的亮亮，那是打在你的眼睛上面的这种亮亮的。它这个200块，它就这么小就200块。谢谢如送的幸运贴纸。谢谢金鱼招送的指南针。对啊，这次的背景声是草，就是森林的音乐，就是鸟声啊，然后蝉叫声啊这种。虽然它有点吵啦，可是可以盖过我的风扇声音，所以我就觉得可以。就是我想要听的是轻音乐，然后那种大自然的声音。毕竟我最近非常的喜欢碎花，就是你们没有发现我最近非常的喜欢碎花洋装吗？对，所以。然后想要对我放的就是森林狂想曲，你们要听吗？第一首就是森林狂想曲哦。我们幼稚园吃午餐的时候，老师都放森林狂想曲给我们听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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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怀念。Hello， 世宏。吃午餐放森林狂想曲是什么意思？而且我们幼稚园窗户旁边就是山，然后吃午餐，然后旁边是山，然后放这音乐，感觉就是真的就是在大自然了，好吗？真的，我们幼稚园旁边是山诶，是我们幼稚园旁边是山诶，是山哦，而且是那种，就是那。旁边是后山，我们国小后面也是后山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是我们国中后面也是后山。我幼稚园跟国中后面学校后面都是后山。我叫哪有？我跟你们说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我国幼稚园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最差的时候。我幼稚园很不喜欢吃东西，然后。我觉得吃东西也吃很慢，然后老师觉得我吃东西吃太慢，大家都已经吃完要睡觉了，我还没有吃完，所以老师就先睡觉了，然后还睡我的床，就是幼稚园都会铺床垫嘛，幼稚园不会让你睡，就是趴着睡，幼稚园是带床，带那个铺垫铺去睡觉，然后老师就睡我的垫铺，
然后我还在吃，因为我吃太慢了，我就在老师旁边哭，我就跪着哭说老师拜托我以后不会吃东西吃那么烂，旁边哭，我就跪着哭说老师拜托我以后不会吃东西吃那么烂，旁边哭，我就跪着哭说老师拜托我以后不会吃东西吃那么烂是怎样？对啊，就是老师就好像就真的很坏。哦，对，然后我是到了差不多高中，就是现在我们学校才是比较接近市区、比较发达一点的地段。我可以不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幼稚园的毕业纪念册，我来分享一下。等我去拿。这是我幼稚园的时候。我幼稚园的时候，幼稚园的时候几年啊？幼稚园六岁吧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。而且这个还是玻璃的，哦，这么贵耶！这样，这很贵耶。然后我就坐在第一排正中间。不行不行，这样子其他同学会找到，非常的不好意思，所以就必须这节目的那个背心穿我们学校幼稚园的，超丑。那个背心穿我们学校幼稚园的，超丑。反正我就是小时候就是可爱可爱的啦，对。看一下，哎，我还在这边画，我这边画一个爱心。画一个星星，就是最旁边的。哎，有一次我还穿公主装，哎，对啊，我还穿公主装，看到吗？我还穿公主装，对啊，就居然穿的跟生血差不多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这么可爱啊？牙齿还漏风，哎，门牙还歪掉。对，就是小时候的我，这么的高姿，还穿公主装，好好笑哦。然后这是比较帅气一点的，就是比较骑摩托车拜的那种。然后那时候头发是长头发，然后直直的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是瓜子脸的，那时候就是瓜子脸，然后这样帅帅的风格，跟刚刚那个公主不太一样。然后还拿奖杯，然后我公。对 ，OK 的吗？我国小就这样了，我国小在那边嘟嘴，然后他，然后那个还选了一张我嘟嘴的照片，你看到没？你看，重现小时候，幼稚园那个摄影就说来，我们嘟，幼稚园那个摄影就说来，我们嘟嘴。然后这是穿汉服的时候吗？还是汉服？我记得这是穿汉服的时候。然后还这个清朝吗？还是什么朝代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穿幼稚园，这是穿第一次穿其他的，就是特别打扮的服装，就是。我觉得我小时候不去当那种时装模儿童服时装模特儿太可惜了。我这么的上相哎，我这么的上镜。然后这是穿和服的时候。这是穿和服的时候，哎，还撑雨伞，还这个，还这样，还这样。那时候我盯超久，那时候摄影师说，原来我们，这只手跟这只手要弄起来，我就这样，然后还要拿那个叫什么，
就是那个鞋子，日本的那个鞋子。对啊，真的是哈，就这样没了，就这样没了，就这样没了吗？也太少了吧。可是是可爱的啦。找不到我哎、欸，好，对不起，其他同学，不小心给你们找到其他同学，但不好意思，可是我有点对不到我。如果去拍广告的话，应该有不错的回响吧？对啊，我也觉得，我真的是还没有被发掘的，自己讲，我就是还没有被发掘的广告小明星，自己讲就还没有被发掘。相信我，我觉得真的。很有潜力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去代言个什么机车之类的不错吧。谢谢 ABC 送的新四叶草。对啊，这个真的是很会耶，但是爸爸妈妈真的不懂栽培。对啊，真的是没被发觉太可惜了。怎么可爱？看，跟现在有差吗？其实真的没差多少了，眼睛变更大了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对，可能是你太瘦吧？什么？我太瘦，跟太瘦有什么关系吗？幼稚园生写照，跟还是完全没有关系。平衡也跟我差不多一样瘦啊，平衡跟我一样瘦，他就有广告哎、欸，所以跟还是完全没有关系。而且其实他们会希望瘦一点比较好。我刚在分享我幼稚园的照片，本来想看我幼稚园照片嘛，超级可爱，超怀念的。这是公主照，这是公主照。我小时候其实是没有到很瘦的，好像我好像没有跟你们分享过，就是这种照片，然后还有嘟嘴。可以当做对啊，这真的很好看哎，拍的很好看，我很喜欢这个团队。谢谢大家的红玫瑰，然后这是和服，好，重金那张不错，是吧？我最近很喜欢穿碎花，我觉得女生穿碎花很有小清新气质的感觉。可以出声写了啦，这套真的可以出声写哈。我改天跟姐姐说，姐姐，我觉得这个米奇的不错。姐姐，我觉得这个重机也不错。哎，姐姐，我觉得这个不错。对啊，我觉得有机会可以给姐姐一点建议，就是姐姐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可爱。男生喜欢碎花吗？谢谢不会送的信赞中原，重机有帅气加可爱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在讨论说，就是我是还未发觉的，因为就是有人说，就是我的脸很适合去接平面的东西。其实我对就是，可是就是没有什么机会，不然我真的觉得太可惜。就是，对啊，
还没有被发掘的小星星。因为一直都觉得小时候就是看那组毕业照，就觉得可以去当那种小时候的时候啦。可是现在已经长大，所以就没机会。而且我小时候的时候非常想当花童，可是都没有当到花童，我已经太大了。对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伴娘，玩习这种还是要相信一下的。你不是喜欢小樱吗？我还去追她 IG 哎、欸，那个嘛，小龙女，魏全龙，他们跳那个舞，啦啦队女孩。然后我想说，本来是去看球赛的，还是去拍啦啦队女孩的？美丽的事物要好好欣赏。而且我想说，放啦啦队女孩出场的几率应该不太高，就只有就是赛场、赛末、赛中这种，偶尔出现一次。可能去那边就等他们跳舞的时候，觉得很好笑。我那时候看到本丸去，想说本丸是看去看美亚的，还是去看球赛？小樱可爱，大概小输你一点。小樱年纪比我大，你怎么可以拿他跟我比啊？他是成熟。她成熟可爱，乐天女孩，我喜欢 Lami Girls， Lami Girls， 李玲会跳啦啦队吗？我之前高一的时候是啦啦队的，对，你们想不到吧？我之前是啦啦队的，而且我是被抬上去的那个，我要站在男生的脚上面的那种，就是这种哎、欸，超可怕，而且我很怕，有点可怕，因为你在最高，打完比赛我还不知道最后几比几，是吧？根本就是去看美亚的嘛，看美亚加看球一兼二顾，是上手吧？是手上，因为我很瘦啊，所以要晨跑、晨操啊，然后。然后很注重团队，所以觉得太累了，所以是去帮忙学校处理事情的嘛。然后我还有公司，玲玲如果今年有运动会，应该不太可能有再办一次运动会了，可能觉得说，人数跟任何都蛮难安排的，所以我觉得运动会不太有可能。可是我觉得运动会绿色那套真的蛮好看的。TP 是你的最佳选择，我也觉得之前好像一直都觉得好像没有找到一个真的适合我的东西，但我只知道我喜欢的是，我只知道我好像会跳舞，大家都说我跳舞还不错看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，然后。转而知才来当偶像的，对，也是因为因缘际会，所以来当偶像的。但觉得好像有些蛮适合，有些地方蛮符合偶像，有些地方可能还不熟悉吧。毕竟偶像是蛮新鲜的东西，可是我觉得蛮适合我的，就是拍拍照啊。今年照运动会感觉有点难，对啊，感觉真的蛮难的，而且要看。他们怎么想？你们想想看哦，这么多东西要忙，可能不会有运动会，可能会有其他的东西，但是不一定会是运动会，可能其他的活动吧。那个如果不当偶像，我就没有机会认识人，而且那个啊，就是如果有什么特别活动的话，我觉得。我可能会再去弄一次头发，就是我觉得特别活动弄头发，感觉是蛮少人会有的选择。就是 ，Hello 小王子，就是可能有些人是自己绑，可是
特别活动，感觉就是只可以找机会去给设计师弄头发的这种。而且我那个设计师真的很会弄，就是我那个双马尾那个卷度真的是只有他弄得出，那头发那个卷度真的是烫不出来的那种哎、欸，你们懂吗？就是超好看的那种卷，你们有看那个卷吗？超好看的，他要帮我拨开喷发胶，然后弄得很精致，然后我也维持很久，在家就是直播结束后还是。没有止掉，对啊，夏日约会或是合照会这种，或是握手会啊，或是全部团员一定都会参加的这种团内特别活动，或是什么什么夏日祭典啊之类的，有没有学到怎么卷？他那个卷不是我们一般人会卷的卷，因为他那个卷是。木马卷自己卷好像比较难，他就帮我弄的是内外卷，就是有外卷也有内卷，然后就是蛮好看的。今年没有约会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要看公司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超级适合卷发的、欸，就是我觉得我卷发比直发好看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知道我在看什么，我在听什么。我们在听的是莫扎特哦。我不懂音乐，可是我听音乐。可能是线上约会吧，线上约会，那我可能跟我所会的衣服，那我可能跟我所会的衣服。我打算要穿女仆装。我打算要穿女仆装。我绑的是包头，所以现在就是女仆。好看。双辫子，双辫子这件衣服的照片，所以那个这什么？我已经有连那个家里的网路了。对啊，今天网路超差的。我刚刚用抖，我刚刚看那个 TikTok 的时候，用特效的时候，特效跑不出来。我想那种特效是无法。那就是，我只想告诉大家，可以期待一下我这套。网络。投票了吗？明天就是截止日喽！明天就是截止日喽！投票了吗？大家投票了吗？大家投票了吗？很久投票了吗？大家投票了吗？很久没有在直播，感觉很久不见的感觉。网络提下照。照片吗？玲玲谁在投了吗？最后一天喽，下播赶后一天喽，下播赶死的一次吗？因为听说可以办多少账号就，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发一组在家里抱玩偶的照片，然后居家的照片，然后打说大家。
人力投票选投我了吗？然后截止日期是什么？可以让我当你的居家女友吗？这种，看看，他说看看大家要不要投我这种。可是我觉得这种话就是一个说辞而已，就是你发照片然后说那个词，大家都可以说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可是我也想不出什么任何特别的东西了，所以。我很希望我自己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我昨天做梦梦到我挤进第二名，憨臭挤进第二名，憨臭，好笑吧？我真的是我起床想到是什么心情，你们知道吗？进第二名了吗？我还问别人说，我真的进第二名吗？天哪，我进第二名了！哎、欸，爸，我进第二名了，我要，然后我就一回家说，我进第二名了，哎，哇，对啊，这是梦到啊！所以你看大家压力多大，大家多想进，大家真的做梦了，对啊，真的是梦哎，第二名哎，拜托，第二名马油哎，我真的不能跟马油前辈比啦。第二名哎、欸，第二名哎、欸，天哪，我第十二名就要偷笑了。我会做预知梦哎、欸，我的梦都是有点预知梦的成分在的。可是我第二名的话，我真的可以放鞭炮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直接不用念书了，没关系，没有来开玩笑的啦。我明天要跟朋友去念书，因为要考试了，要学测了。就是我虽然是读的是高职，可是老师跟我们说，我们要用学测去考试。他说学测的分数用的范围比较广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说比较好用，然后就是虽然比较难啊什么的，反正就是老师希望用我们考学测。虽然他的用意我不太清楚，可是就听老师一起去考学测吧。可是我成绩真的是不行哎，可是我应该就是专攻，但我就是我的科目。就是我的科目是，你们听到的，一进来就卡了。哦，对不起 ，sorry， 米欧第二次来看我直播也开心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就是关于。一些升学方面的考量，不重要不重要。偶像这个跟偶像工作没有关系。玲玲网络不好，什么我网络不好啦？什么东西？谢谢大家送我玫瑰。听到你说玩开心就有社会了，我社会还好，我社会比较不 OK， 我被网络吓到，就是怎么说？哎，就是这次我觉得最帮我的居家女友是分完。其实本来帮我这次的居家女友很多，就是她从帮我设广告，虽然只有一点点一小段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广告虽然不是进来我的直播间，可能是因为我的限动有发，就是我在要改进，大家都很，毕竟我想说大家都在念书嘛，我没有在念很有罪恶感，那我想说那应该可以做其他东西吧，那就是如果没有抓好。考试的话，能又抓好公主，玲玲真是不错，谢谢，不错哎、欸，有越来越多有趣的小巧思。本丸，也要谢谢本丸，我觉得本丸其实对我很好哎、欸，就是本丸他不仅会给我意见，然后也会，业绩当然是觉得玲玲的照片好好看，哪有啊，韩寒的照片也很好，大学台湾大。大
学是有学电脑 K， 就是现在是有卡了吗？就觉得好像大家都给蛮，就是都蛮支持林，可是我觉得给意见方面比较厉害，应该是本丸或是凛凌神，比较厉害应该是本丸或是凛凌神，比较厉害应该是本丸或是凛凌神。那本丸蛮给我意见的。就是本来也跟我说他很想要，就是本来也跟我说他很想要，漂叔他想要。会差的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就是那几个一些些比较支持你的，我觉得重要的不是，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要有真的很支持你的粉丝，才能把你推的更高，就是留言照片也很喜欢，谢谢本丸，可是本丸都不爱在我这边留言，就是本丸不喜欢在我这边留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本丸很喜欢在紫嫣啊，然后妮紫嫣。的照片留言，然后的照片留言，然后好像就是看看，然后偶尔好像就是看看，然后偶尔出去拍起来就很丰富。对啊，我在想说看。的饭来吃、欸，我想要去拿我的东西，你们等我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可以吗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开始卡了，怎么那么卡？好，等我一下哦。把它吃掉。背景音乐好像是游乐园会，这是大正浪漫的音乐。可是感觉真的有游乐园会放的音乐，很欧洲。这是日本大正浪漫时期的音乐，应该是说就是浪漫主义的影响吧。对啊，思琪知道。玲玲太活泼，那我通常玲玲的直播习惯是通常会在直播的结尾。如如有投票了吗？
我家里的网络关掉，开我的，这样有好一点。家里的网络关掉，开我的，这样有好一点吧。好不容易那么多人进来，然后我要再重新开一次哎。有度量接受你的建议吗？没有，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真的觉得我自己不够好，自己非常需要别人的建议，所以因为我一开始就有跟我的粉丝说，玲玲是非常需要听意见，而不是单纯的称赞，所以就是这样，就是我比较属于可以给我意见的小偶像，而不是称赞的小类型的小偶像，因为我自己真的觉得我自己还不够好到需要别人称赞大于建议，可能要等我到真的很厉害的时候，我才会觉得说大家可以不用再给我那么多建议。每天太夸张了，真的，我像我今天就真的是不行，我明天要去读书，可能明天 OK， 可是今天真的不行，不要跟我说我每天都在成长，因为人会是懒惰的，人的本性，那人性，人性真的是懒惰的，除非你真的有非常强大的自律能力，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做到，连我真的没办法做到，我是一个非常不自律的人，可是我是比较就是顺其自然的，不是刻意自律的人。我来唱歌好了，因为本丸难得来留言，我想说唱个歌让本丸。不是，没成长不一定是太懒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我想唱个音乐，然后让本丸做影片，因为本丸没有做影片了。我录录看，希望不会卡。好，你们想要听什么？本来想要录什么歌？本来想要录我唱的什么歌，然后没有剪过的，然后比较特别的歌。大家，我应该要说的是，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。其实我不是很追求什么名次啊，真的假的？可能是因为我的比例吧，我的比例拍照不像154啊。去年是什么合照会还是握手会还是公演？就是怎么说？就是我其实不是很在意名次跟位置啊，跟。票数啊，这种比较很有人气，那种比较虚面表面的东西，对。可是，但这个数字啊，大家都看数字。可是，所以我希望你们是，就是你们的支持可以，就是这样讲，支持换成就是你们的支持就是票数，票数就是支持的感觉吧。你想唱什么都好，只要不要卡都好，好啊。
好的，谢谢思琪 take 我。怎么可能165啊？这么小只哎、欸，165我的梦想好吗？梦想。那我唱把你当空气好。刘海好看耶，对啊，很多女生都，很多男生都喜欢小只嘛。你有几公分呢、啊？165是韩寒身高吧？品涵也是小芝麻，男生都喜欢小芝麻。博威那是我表情。博威有投给我票吗？可是博威感觉都把票投给品涵了。别问我把你当什么东西，别刻意缩短我们的距离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神秘。你问我到底喜不喜欢你，这问题会不会太有问题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现在就告诉你。 Are you ready? 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深深呼吸，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哦哦哦哦哦，没有你，我要怎么活下去？我今天的歌声状态不差，还不错。我和你没有什么大道理，是对方的必需品，全世界我最懂你，只属你嘛而已。你相信就会伤到我的心，你快乐我陪你笑到不行，快乐相信你决定，我的决定就是要跟你一起。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哦哦哦哦哦，我要对一声深深呼吸。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哦哦哦哦，要怎么活下去？大家要投年历票选的哦。虽然这是老话一句了，可是大家真的是要支持林，就是要这种对实质的东西还是要做的。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哦哦哦哦哦！现在把你的麦克风支持了，你要投票哦，好现实哦。我当你空气，你就是空气，随时需要你，没你会窒息。哦哦哦哦哦！没有你，我要怎么活下去？恭喜回回中了10倍，获得20浪花，还有带你去流浪 Level 2的碎片一个，谢谢掌声鼓励。
的是顺的话，可以剪剪看。谢谢本丸送了好多掌声鼓励，谢谢本丸中了十倍，获得二十烂花，还获得了蛋去流浪 level 二碎片一个。我干嘛念这个啊？我之前都不会念的，为什么今天要念？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唱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直播唱歌了，就希望大家投票投我一票。我有十二名就投小了，好吗？十二名太刚好了。每重逢一百遍，每一次谈恋爱都成熟了一点。大了一点我才不妥协。玲玲的歌声很棒哎，谢谢你哟。玲玲喜欢讲话，什么都喜欢讲话。出发自我的很明显，快乐随时存在，拒绝浪费时间。把过去统统丢到那桥跑无限，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。我要我的世界刻在侧边，感动加上甜味就会很完美。我要我的直觉天天都新鲜，就算世界没变，我还是最耀眼。米悠好像是第一次听我唱歌，我觉得有点害羞。今天是久违的唱歌，因为之前的鼻音不适合唱歌，今天终于可以唱歌给你们听了。就希望你们明天截止日最后的投票给玲玲，玲玲神推都靠玲玲神推让我进十二名，还有本丸，谢谢本丸帮我设广告。快乐随时存在，拒绝浪费时间。把过去匆匆丢到那条跑无限，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。我要我的世界口味最特别，感动加上调味就会很完美。我要我的直觉天天都新鲜，就算世界没变，我还是最耀眼。谢谢林水送的带你去流浪。我刚刚我看到林璇在留言说不知道够不够，你跟我说我看一下，可是你应该够不够，你的够不够是很多够不够呢，还是很少够不够？究竟会不会进十二名？姐姐说，她希望我进。姐姐说如果这样的话，选拔真的就会有一点希望了。感动加上甜味就会很完美，我不知道靠甜靠新鲜，就算世界没变，我还是最到底是多还是少，我不知道你的标准啊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开心啊，你们的票我都收到了，虽然对你们的票我都收到，真的。说到我内心了，都有说到我内心了，你们每个票数都有说到你们内心。如果加油，如果等你长大，但还是希望大家投票是，还是希望大家投票是一个不要有压力的、啊，不要真的不要有压力。我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，你们不要那么大的压力。有好的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告，呜哇呜哇呜哇哦，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，融化我的心窝。你是头号天使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你的烟火每一口代表一个不顾的呜哇呜哇呜哇哦，你是头号天使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我记好的没话说、哦哦、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。我觉得今天的唱歌状态还不错，所以大家可以趁今天录影，因为不知道下次唱歌好状态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，可能是明年吧。
你最喜欢牵我的手，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，每一秒我害羞，一点点心动。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，不用预告。哇哦哇哦哇哦！林彦玲，小爱送我带你去流浪。如果我真的进了十二名的话，如果我真的进了十二名的话，会有祭品哦。我的目标是十二名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没有啊，没有的话还是有祭品啊。对啊。例如说什么祭品，十二名，有猜到的就知道，没有猜到就知道。对，可是我不一定会穿女仆装，可能会穿女仆装，可是会不止穿女仆装。而且我的5000粉丝还没有办呢，可能要等，因为我不想要，我想要5100粉丝再办。你追求我就点头。躲在角落暗中观察。玉有投票吗？玉有投票吗？我忘记问玉了。玉嘿，玉很重要哎，你的票也很重要哎。玉的票数，因为玉感觉就是会精打细算的人，他就是那个差一票就可以进十二名的那个人。现在一封信，恭喜如升到白银54 I54 153。谢谢林林神来送的，恭喜林林神来的带你去流浪 level 4，哇！谢谢林林神来，好，谢谢。如果猜到了，恭喜林林神来，那我都恭喜林林神来上 level 4了，那下次就换林林神来恭喜我进能力喽，666。投票吗？没有投票就说没有嘛，没关系。哎呦，怎么会说大家会说？压力好大哦。可是诗雅已经，诗雅不缺你的票数，诗雅就已经进了啊。诗雅就已经进前十二啦，对吧？跟那些马克杯跟钢铁灵魂那些有双推的，或是嘛，对，老特频道有双推的都一定不会投给我的。马克杯干嘛啦？你的票都给那个妮妮跟平衡啦，我知道啦。你干嘛啦？加速有，哦，加速有问他加速有解锁，还 tag 我，很棒，加速很棒。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，不落的想念陪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
升大学了，大家。而且是我生日哎，虽然这跟我自己的生日好像没有关系。我就是想要拍照啊。我想想要怎么办。不是啊，因为年历啊。这是不近啊，不知道等什么时候。好啦，前二十名啦。我还好，是我家人一。林医生，怎么办啊？快点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。好的，我会投。你压线嘞！你还在问我说什么舍得从西雅那边抢走吗？啊，西雅就进了、啊。能进年龄就是人，我就是缺乏人气的人啊！我是缺乏人气的粉丝，小偶像，我是。什么都不缺，我缺人气。谢谢邯郸推送的魔法杖，魔杖，法杖，魔杖，米优跟姐姐一起进，所以米优去投给邯。也不空气，这不是脾气。有点，本来给我一点。做好心理准备。今天好有气质，因为我现在是抽我最喜欢的碎花，我晚点会发碎花组合的照片，就是这套装片。
我的年历，大家给我一点心理建设好吗？就是不管有没有上，都要给我点心理建设，就是给点心理建设。嗯，心理建设的部分。哦，有，凛凛神探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我 OK 的啦。凛凛神探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我的票数 OK 的。啊，就只怕没有那嘴巴，这个时候不开口留你呀。你心狂乱成长，极其可畏。的尾巴拆不掉的真爱天糟蹋，这完美的家却还被这里观看，我们的爱长不大，我男人有爱化成沙，微笑的可怕在这心中慢慢的落下，原来再见你傻还是无法说出内心的话，不然这样好了。我来玩这个头饰。因为本来说他喜欢有这个造型的，就是有发。别发哭的人，他喜欢发哭，对，就是他喜欢我用发哭，所以我就想我用发哭。可是他有点难瞧哎、欸。这首歌是就这样吗？超好听的，我最近的爱歌。这样好看吗？好奇怪。学爱吧，没那么复杂。我有一个深色跟浅色的，然后深色的是朋友的生日礼物。就是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，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。然后就是我朋友的是深色的，然后我的是浅色的。我们就这样吧。我最近超级喜欢法库的。我们就这样吧。没有啦，我就跟你们说，这是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，我还没有带过哎、欸，而且这很贵、欸，这个就要300多哎、欸，我这个真的是，哎、欸，这个只要不到100多哎、欸，这个要300多哎、欸，在 CityLink 买的，超贵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库可以卖到这么贵，他说是韩国进口，我不懂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，但是好看，然后就买了。
的口红。我对我朋友太好了，人也太好了，赶快欣赏到我朋友。傻呆呆，谢谢保安的紫布守护灵。傻呆呆，心灵信片。傻呆呆，傻呆呆。圣诞 T 跟明信片，我可以当玲玲的闺蜜吗？你可以当我的粉网闺蜜，就是在网络上面，然后也是我粉丝的闺蜜。就是怎么说，你可以可能心情不好来看我直播啊，跟我分享说你最近遇到什么事情啊，然后我就跟你分享说，如果我遇到这件事情，我会怎么处理啊？这种算是闺蜜吗？谢谢 Seven 怎么念 STV 谢的送的红玫瑰，这名字好难念。我怎么可能轻易的被他迷住？网公网婆的概念最好是了。傻呆呆，傻呆呆。我跟我朋友也很喜欢聊心事。听我唱一首歌，小王子有看过卡通的影片。在莫斯科的深夜，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严戒备，这里没人察觉，谁又爱上了谁？因为苦难不使人崩溃，感情相如习惯防备，寂寞就做一道蔷薇，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，再不拥抱就是罪。莫斯科没有烟味，大雪纷飞，迷惘的好憔悴，单身的我没人，爱自不敢睡，莫斯科没有眼泪，我却流泪，不知苦的滋味，让我付出不怕心碎，是你最好的美。谢谢带你去野狼 level 4，耶，这个超速的，挑选。在莫斯科的深夜，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严戒备，这里没人察觉，谁又爱上了谁？因为苦难不使人崩溃，感情相如习惯防备，寂寞就做一道蔷薇，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。谢谢掌声鼓励，谢谢掌声鼓励。我啊，莫斯科没有眼泪，我却纷飞，你忘了好憔悴，单身的我原本以为可以一辈子不跟谁，莫斯科没有眼泪，我却流泪，不吃苦的赞美，让我不吃不怕心碎，是你最好的美。谢谢四送的 Popcat， 我好像真的很适合唱这首歌哎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
家要去投票啦。谢谢思琪呀、啊，谢谢思琪。唱，继续唱，继续唱。就像是你左边的表情，下雨了，你陪我哭泣，看不清，我也不想看清。离开你，我安静的撤回，忽然间笑得稚气，我的泪流在心里，学会放弃。你的声音一点点清晰，你的呼声雨滴渗入我的爱里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让想念继续，让爱变透明。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，你了，窗外的雨滴，
无奈的是一向是曾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雨海的秘密能一直延续，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冷冷的空气很窒息，我无法呼吸，一万颗与自己的距离很彻底，让爱消失无息。谢谢宝宝的 Popcat。我安静的抽回忆，不愿揭晓的剧情，我的泪流在心里却会放弃，自己的声音一点点清晰，你的呼声雨滴渗入我的爱里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透明，我爱上给我勇气的 ready 了，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，无奈的是一小处曾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，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，无奈的是一小处曾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能一直延续，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KTV 包厢，前面有我小时候的照片，可以去补档。大家如果想看我小时候的照片的话，可以去 YouTube 补档。谢谢大家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加速的掌声鼓励。我以为加速不是，我以为加速只听秦丽唱歌哎。加速，谢谢保安的 Popcat。我现在唱歌跟摆 pose 就是为了让你们整理影片的，因为很最近都没有什么看到你们的影片，想看到影片，所以就唱那么多的歌，而且刚好也想唱歌。今天就是一个想唱歌的时间。对，还有宣传年历。虽然我觉得宣传那么久也就这样，就是。最高票也就是第十二名吧，念榜吧，没有想要去直播。对啊，我每次超过时间都会被我爸赶下播哎。是包厢。我们都已接受，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，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着要我加油，我知道你还放不下我，才会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，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其实这份爱没停过。如果感觉今天会疯狂剪我的唱歌影片了，太久没唱歌了，有没有进步？有进步吗？可是我没有练习，好像还是有进步啦，太久没唱了。我去时候会有你陪着我心头，
好，慢慢发，这样就不怕没有东西分享了，对吧？因为本丸都没有拍照嘛，我想说那要就是让他有影片可以剪，不然我现在都没有出现在他的版面上面。第二，我们曾一接受，我觉得家属也可以剪个我的直播精华，因为难得。会笑着要我加油，放不下我才会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，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其实这份爱没停够。曾经完整幸福的梦在脑海里头，我多希望你还在我左右。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，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，你知道我会有多难过，所以即使到最后还会笑着要我加油，我才会在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。好啊，谢谢家树。好起来啦，我不知道我要宣传几次，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做到宣传本分啊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进12名。12名。靠近你就觉得安心，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，你笑我猫一样好奇，丛林里便又透着杀气。 Darling， 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我比你爱我更爱你，善解人意，浪漫话语仿佛一见命中注定，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，就像夏天的风吹过那么凉爽，看紧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，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，就像倾盆大雨舍不得淋湿爱你的心，我要唱给你听，陶醉在你给的甜蜜，告诉我。老歌点起来，老歌点起来，老歌点起来。可是真的不好，如果就是没有选上就不好玩了，所以就是选上才让你们看呢、啊。你们想看的话，就是要让我选上，这样。就是加油喽，投票投起来。第一名不可能，那演干嘛？就是我觉得要整这种东西，就是不行用演的。看你冰冰的嘴唇，他为什么都不说，看你飘忽的眼神，他无情的闪躲，
看你和我的回忆跟我擦肩而过，瞬间变太冷漠，我没有勇气大声地说，告诉我你不是真的离开我，你是不愿在这的夜里把难过留给我，告诉我你不是真的离开我，你是要惩罚我的爱让你失去自由，告诉我啊，差不多了，要念榜了。到处都是精华，我这是我的潜力好吗？潜力。街上的行人和我擦肩而过，你的改变太冷漠，我没有勇气大声地说，告诉我你不是真的离开我，你是要惩罚我的爱让你失去自由，告诉我，告诉我你不是真的没投票，你只是想要当呀，现在让我进2020名，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不投票，你要投票，你要投票你要投票，你要投票，你要让我到底在干嘛，压力这么大吗？不是啊，就是想进前二十啊。好啦，这样，第六名是钢铁零粉，谢谢钢铁零粉。第五名是露露，谢谢露露。第四名是玉，谢谢玉。第三名是 Happy Love， 谢谢 Happy Love。第二名是本丸，好久不见的本丸。第一名是林神推，谢谢林神推送到 Level Four。我只要进12名就好了，我进12名我就很开心。告诉我你不是真的离开我，你是要惩罚我的爱让你失去自由，告诉我，我好啦，先这样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大家拜拜。博威拜拜，如拜拜，阿苏拜拜，思琪拜拜，嘉树拜拜，马克杯拜拜，本丸拜拜，告诉我你不是真的离开我，你是要惩罚我的爱让你失去自由，米油拜拜，可爱的米油拜拜。